凤市场节的现场，可以看到呢，现场的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。是在我后面呢，有一个舞台，上面一排评审，而且呢，背板是大大的一个肉干，很明显，这次的主题呢，就是为了来评比11家肉干业。评审可以打分数，就连民众呢，其实也可以参与观战，有25位的民众都可以有资格来做评比，来看一下现场状况。我们以评价平等的，以高品质的东西来呈现给各位。为什么这一块肉？而这一次的市场节呢，特别邀请了历届天下第一摊曾经获奖的厂商回归，以经典肉干摊还有饕客最爱的熟食摊为主题，其中肉干摊的评比一共来了11家。